ที่อื่นยังเช่นเดียวเลย这鸭子叫唤，哦，老实巧了你。我说这鸭子几颗几颗的叫唤声音。我是看你这葫芦吃得了不？哦，你要吃？我说这两个嘞不懂啊，哪家他给吃嘛？吃嘛，哪两个哪了？谁家嫩的嘞？快吃！这鸡得不少我一个。哎嘿，长不起了，简直鱼吃多了。你他给吃嘛的？你没太吃啊？我没太吃过，我有才吃，没太吃。你这种你吃……你看这俩给装过胎，你看哈儿，装过差不多了噻。好，差不多。对啊，这几个家？头两个上海的。二楼来装酒不要的。哦，那老罗来喝住酒罐罐，他不同，他不同我了，少来些。对行，对行。这个还够，他就听到。啊？这个还够。够了，两个够了，够了。不够的。够吃，够吃，两个捡得到完了。还太公了。他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别这么说，一边。我是看上人家葫芦吃。你要这个？对。反正我们最近没有生。哦。等你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你拿。你拿几口，我不要。我拿你走了。老大，你拿几口嘛？你要吃吗？嗯？那个是拿来吃的。为什么？今天晚上就吃它了。为什么要吃我手上这个？咦、哎？好了，不要了。哎，你把那葫芦抄起来，我出去一下啊！你要出去啊？啊，不吃饭啊？我等一下回来吃。难道我抄错吗？我要看看抄的。抄谁的？抄谁的了？猫儿这样走的啊？俺铺那个盐油菜一条狗，给抓点香肠。他要过来吃，那那什么？减少这个脂肪，对不对？我这个是我对的，来来来，像我抓了干什么的。
现在火锅这不行，我南国人火锅。哎，老板还有的吗？你给他吃。有的，还有吃的个。那吃的那么少。我还在倒，但是很奇怪。还有嘛，那像那两个龙，但是鱼果腐乳里头边的种子，它就长出两个品种来。去买那鱼的嘛，那种是。啊。买那个买了一个瓢，就是说那个瓢，然后它里头边的那个种子，它就种在这里。哦，等于酒烤了又喂，又喂猪，等于就是一鱼两用嘛。啊，那就都叫做喂猪，那好得很。